我当初是为了你，我没有去纽约的耶，为了小孩，我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。我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小孩长大，我有一点自己的时间，我想要花花。现在就是抱怨，抱怨，不断抱怨，有完没完啊？现在家里已经这么乱了。就一定要现在吗？现在？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跟雨林一样没有机会去冰岛吗？不！你过来，我就跳下去了。美月，把不要，快过来，美月！美月死掉了，那确定就死了。对，对他告别式没有去，拿你手给我。我为什么不知道？把你忘记了好不好？你骗我！哎呦，你失智了，你生病了啦！你手给我啦，快点下来啦！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？外科医生有很多种，你可不可以去找那一种就是那种触诊有没有？哦，在摸那个乳房硬块的那一种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有梗？是不是？姐啊，什么？哎，老婆不要闹，不是，我是孔哥，不要那个，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哦。没关系，我有在听，你继续讲，你继续讲。我很舒服啊，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连下礼拜都想好了。哦，是哦。就是啊，这，对，然后里面呢放满了面粉，然后放。口哥，我会觉得我们今天好像差不多了，然后你就不要再讲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是啊，这好像可能就想要上厕所，对不对？口哥，先这样，好，拜拜。哎呦！啊！怎样啊？你醒醒啊你！我不想要做棚内节目了，我想要做 Discovery。那你就去跟你的经理讲啊。没有买，我做不了 Discovery， 我可以买台 Discovery 装帐篷，给你开，好棒哦！阿婶，那个车很贵。那我们那个车，我们的 car door 被你做了 four times 哎，哇哦， amazing！ 我当然要买一台比较壮的车给你撞啊，蹦蹦蹦蹦，啪啪啪啪，啪！哎，老公，我不想要什么 discovery 啦。我想要你 cover me 啊。你卡层啊，卡层。你这卡层。我有蚊子啊。对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边还有，哦，好多哦。